期待下礼拜啦。第一件事情，金鹰奖颁奖典礼，我比较期待啊。那是不是回到以前奖金猎人那种会得奖的预示啊？那也没有，也没有关系，它是一种过程啊，人都是这样子的，一定要有一个。你一定要有一些舍，你才会感觉到你有得。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，有舍必有得。得奖再巡回啦。好，对，好不好？得奖请客啦。好，得奖请客啦。请客，10万呢、欸？这样好了，要好了。60万不太可能大满贯呢。那我在保守估计只有10万啦、啊。我这样子话讲死就不好，到时候没有得就完蛋了，这要亏10万。好，我也想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署名会煮菜。我可是做那个阿美煮野菜泡面的达人，都要讲野菜意大利面这样子，然后。我曾经有想过做这种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原住民的美食很好吃，可是再怎么做，就原住民输给别人一件事情，就是中国人有面，西方人也有面，原住民没有面这件事情，我们没有面，我们祖先没有发明面，对，我有点隐恨，所以然后我曾经想要好好的煮一道好吃的面，然后。就是煮牛肉面，自己有自己上网查看电视，煮意大利面、海鲜面、炒面这样，连鸡丝面还可以在 YouTube 看得到。对，图腾做鸡丝打图腾鸡丝面，你应该打得到。对，看到厨命怎么做鸡丝面。对，好，我会煮菜，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，但我想办法好不好？好，只要想就会有那个热情。就会去做，然后希望大家也是。然后最后一首歌，这样喝太多了啦，喝酒止痛啊。今天感冒，我觉得也真的很不好意思大家，就只能用送多一点礼物弥补大家的心情。虽然没有想到今天会那么多人，这样很感谢大家来听书唱歌。有什么话的话，你可以放在网络上留言，打署名 SUMING， 我是你一辈子的署名。来一首开心的歌，拉千玺。